Hello， 大家好，瑞文です。好，这一次打算把这个改的 OP Dragon Soul 悟空给拿出来使用了。然后现在看到有些是叫他直接叫他改悟空了，还蛮简单明了的。龙族改的悟空这个样子。那么这一张的卡面特效是还 OK 啦，也不至于到很差。不过比较可惜的是，悟空没有变换成超赛或界王拳的状态，这一点是比较遗憾的。那么这边的话，悟空的能力来说其实是还蛮棒的啦，龟仙流类别未来会越来越强啦，因为悟空还是会一直在出的嘛。然后必杀方面的话，一回合攻防上升，再来就是防御无限上升，一回合攻击上升这个样子。无限叠防，然后连击必杀又可以再叠防，所以回合度开了必杀之后其实是蛮硬的。在被动方面就很长了，不过大部分就跟悟饭是一样的啦，登场限定一次演出啦，六回合内自身的气力加4，攻防 59% 提升，全属性感动。然后自身的气力加4，攻防 159% 提升，然后每回合都有一次的那一个 KO 耐心，就是被必杀打到之类的，就是说会让血归零的伤害它可以挡住一次啦。不过这边因为这张悟空普遍是站在一号或二号位，所以功能上面来说会比较少，除非就是可能就刚好插一下就把敌人给解决掉，那么这个 KO 耐心可能还有用，被敌人敲到了然后轮到我们行动然后把敌人解决掉啊，那个 这方面就还 OK 啦。然后再来就是回合结束时血量在 40% 以下的情况啦，限定一次还可以恢复 59% 的血量，这个算是还蛮不错的回血能力。然后每一次受到攻击气力会加1，最大加5，彗星发动力加9，最大加59。需要被打7次才会跌到满啦，没有错的话。然后战斗中自身受到5次以上的攻击的后，防御力 59% 提升，然后受到9次的攻击后攻击力 120% 提升。如果被打到9次之后，这一张悟空的火力就完全拉上来，会变得很猛。然后还有就是气弹系必杀无效这么个样子啦，高确力无效啦，高确力，然后超绝大威力反击，这个我很期待等一下可以看得到。那么这一张我自己是没开路嘛，然后就把连击给点到烂啦，12连，然后这个异彗星是因为来自这边了，没有给他防御加成，因为防御力足够高了。然后连接的话就5566这个样子啦。我自己的是 55%， 然后这边有一个好友是开了两路，那么就可以稍微看一下啦，两路跟 55% 的差距。队伍的话就这边啦，超赛悟空，超赛悟空，超赛悟空，超二悟空跟红神悟空，一堆的悟空，所以 supporter member 里就来一个悟空系谱的吧。さて行きます，直接出来了，打一下布罗利。然后这边因为布罗利都是有用到气弹系必杀嘛，刚刚好。我靠，这边顺位烂到爆炸，骂，不过还是可以走的啦，还是可以走的。さて，登场就有动画看，我还蛮喜欢他的这个登场画面的 ，OST 好听。这一段好好看。Yes，OK，this， 这一边的话，嗨，这个就不重要。那我们先看这个样子的情况，因为这个悟空嘛，它是会提供 50% 的减伤，50% 的防御辅助嘛。那么最初始啦哈，三条连接的情况下，对，34万是两路，如果是没开路也有29万，还蛮不错。而且孙一族这一条连接是没连上，那么整体而言算是还蛮让人满意的啦，蛮让人满意的。那么这一边的话，就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再来这个样子 ，OK this， 嗨，气力加1，508万，这个是第一下嘛，哦吼卡 K， 还蛮喜欢的。
OK， 大佬的连击不给力啊。哦、oh, ，OK， 开了一发必杀防御上升嘛，那边大概是加了整块六七万的防御力，然后配上全属性盖头，前面其实是很硬的啦。好，哎、欸，后再来就是五大战士嘛，我们的五人悟空，奥利亚，奥利亚，叛起 ，OK， 攻防上升，再来轮到我的，哎、欸，484万，这个气力条是比较多，哦吼吼。从界王前，然后再升到超赛，好爽哦！完全就是在看这 OP 嘛。OK OK， 被打三下，然后彗星能力就提升上来啦。嗯，这一边的话，我看这么个白发就 All right。嗯，这个样子。对了，这样子这边的，哦，可以，我、哦、六条连接哦。这样，诶，顺便呢、啊、哈，上一次我们不是没看到太足嘛，这边就来看一下，15颗珠，6条连接，200%对长技，然后没有辅助的情况下，所以去到什么个程度呢？哇，这个，诶，最近红神悟空啦哈，越来越多的200%对长技的队伍可以进去了，他越来越爽，诶，真的是过得好爽哦，红神悟空现在越来越是。我们的这个机场版的红神悟空，斯巴拉西，哎哎，410万，帅，可以嘛 ？OK， 再来，呀，498万，卡 K， 等下有机会就可能让它变身成超三吧，还是怎么个样子？再看看。那么来啦，哦，924万，15颗珠。OK 了吧？啊！呀，超级真灵的脸。OK， 这一边的话，嗯，要考虑的是上去了，让悟空被多打几下，尽快的把被动给叠上来吧。嗯。不过最后会没有连接哦，不过应该没差了，看一下哈、哦，开了一发必杀之后，刚才是31万，然后现在是44万，哑巴奶，嗯，相当的夸张，嘿，相当的夸张，对。因为全属性盖斗的关系，40万的防御力都呀，不落地上。哦吼，你还可以打出7万亿，算你厉害。哎，然后被打够了嘛，防御力嘿提升，会下一轮的悟空会更强，560万。然后彗星力也拉到很高一下啦。OK， 被打9下了，哎，攻击也上升了。然后，哎，小鸟悟空，小鸟悟空跟我们的这个新的这改悟空啊，哈，都是一号位的角色，我觉得还蛮好的，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虽然说连接可能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高啦，但是用在一起，我觉得还蛮不错的，那个体感会蛮棒。嗯，好的呀，么多么多。332万，这个火力也是顶的啦。呀，没有连接都可以有这样子。好啦 ，OK， 轻轻松松。那么这一边的话，两条连接，哇、哦，好惨。其实我是想要这样摆的，因为这样的话可以吃到比较多连接。不过算啦，嗯，这个样子。哎，让悟空上去点哦。对了，这边刚才开到一发必杀啦哈，29万，然后没有辅助，32万，这才是他的真实样貌啦，32万。不过就还蛮 OK 的，还蛮 OK 的，属于可以接受范围内啦。哎，嗨嗨，哎，防御上升，气力上升，466万。哦吼，连接烂烂的情况下也是不错的嘛。好啦好啦。哦，彗星来了，水，斯巴拉西。对了，他的12气必杀嘛，等着
那个两路大佬连击出来给我看一看了。OK， 巴嘎诺布洛里竟然把必杀开在这一边，哎，完全无伤 ，nice， 扎克梅 ，Oria，Oria， 不过这两张新的船将技啦吼，他们的暖机状态蛮慢的，所以不太适合，比如说可能要我都觉得那可能不太适合去打那种八回合任务之类的吧。比较依托在队友上面，他们的那个输出，可能会是这个样子的状态。哦，对，这个哇，就多么的74万，哑巴奶，也太猛了吧？这个样子啦哈，我需要让小鸟悟空去叠一下，需要让小鸟悟空去叠一下。所以就这么个走法先，哎，你要不然小鸟悟空完全没有跌到的话，也太惨了。杀得，不过这边的连接，哦，对了，那个好像有力战，可以啊，这边看一下哦，他们的被打九下过后的悟空火力又上升了，哇，1272万，死哎！然后59%的彗星击力，我俩，吃嘞，可以嘛？这个完全可以的吧 ？OK， 这个就放在前面，好好的去扛伤害。OK， 这边的话，这么个样子，再来哦。这个样子要不要开 Wiz 啊？Wiz 这一张是还蛮需要依靠 Wiz 的啦，如果有没有 Wiz 的话，他会被弄到很惨嘞。不过前面两张够硬，只是一张被打到，应该不致死啦。 OK， 给过，他本身就有30%的减伤啦，想来是 OK， 九下。所以哇，也是有1000万，没开路也是可以达到1000万哎，尤其是这一边呐吼，它的连接才两条罢了哦，大家不要忘记掉，只有两条连接也有1000万的输出，配上59%的彗星，算是很 OK 了，算是很 OK 了。阿干，你的必杀在这一边，嗨，扎克，痛，41万。被动还没叠满，我懂啦。队伍内需要被打来提升能力的角色总共有4张，两张我们的改悟空，然后小鸟悟空也需要被打，然后我们的五人悟空也需要被打，这个魔戏嘛，杀羊啦。然后这边血量啦吼是59%以下嘛，40%以下嘛，这边等一下下一回合还会再回复59%的血量，所以又回到安全的地带啦，超爽，血翼，然后攻防上升，然后直接又几乎回满血了，好爽哦。OK， 这边的话，因为有这一张存在了，就不得不要开我们的那个Wiz 啦，然后已经过了6回合嘛，现在是第7回合，少了59%的攻防，剩下72万，总共叠了3次，叠了3次还有72万的防御力，大家想想一下啦，连接这么残念的情况下可以打到这样子，其实这一张就队伍上面的稳定度来说啦齁，是非常棒的啦，就队伍本身的稳定度来说是很棒的。OK， 小鸟悟空也是叠满了啦，虽然说没有气力的连接啦，可是在他的这个队伍内啦齁，很多都是自己有 extra 加气的被动，所以用起来还蛮简单的。 OK 过，然后轮到1100万，
没有辅助火力会比较低一点，如果是有那个辅助角色的话啦，火力会高很多，火力会高很多。 OK， 这一边的话嘛，这么个摆法啦，可以有四条连接，力战的战士这边会有。那么看一下啦，现在我自己的同样是开了三发必杀，差了整十万的防御力耶，对比刚才开了两路的大佬来说，差了十万的防御力，同样是叠了三次必杀的情况下 OK 啦，但是已经是很优秀了啦，然后等一下开了必杀，他的防御力还会继续上升 OK 的。那么这边的话当然就是主动技时间啦，杀得杀得。该怎么说好呢？好像有点小小的微妙感，我不知道怎么说，有一点微妙感就是了，是可以，是还不错，可是就没有那个小悟饭跟悟空的那个奇迹的 Z 战士的连携必杀技那么的有感觉啊。毕竟 Dragon Sword 对我来说就比较不是看的那么多，对比起小悟饭那个 Z 片的恰拉和恰拉的主题曲来说，恰拉和恰拉那个他们的跟悟空的连携必杀技啊，那个就感动度很够了。克林、天津饭、Yamcha的超级弹，然后悟空在那边机器哈这样子，哇，那个就喜欢那、个人的喜欢度来说，我会比较偏向小悟饭的演出。好，一千万哦吼！其实，在火力上，彩星跟两路啦吼，差距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OK this。那么刺激675万，只有七颗珠了，这边四条连接嘛。好的呀。没开路就大致上这个样子的差不多，然后4728再加40 68% 的减伤，绝对是轻松扛了。 Mundinas OK， 哇，我还要再打15万啊，有点痛哦。不落地伤你这样哪里啊等这边的话，我打算走这个样子呗，这边我打算这么个走法，主要就是我想要让这一张啦吼，它的 50% 的辅助加工给我们的这个大佬，看一下可以打出多少的输出啦，因为有辅助会打到更多。那么就行きます。小悟饭的那一个火力比较让人惊艳。OK， 超必杀，满气 OK 了，满气比较重要。那么最后的话，Wiz 差点忘记开，没有开 Wiz 会死人。好，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可以，然后。711万，超必杀开上来后尾的会增加 extra 的 50% 攻击，碎了，OK 杀最强状态都，好像没有特别呗，也是1097万，感觉反而更弱了，难得，明明都是满气啦 ，OK 终于了，终于看到了12气的必杀。这一段还蛮有那个印象的，就是悟空在自己的家前面锻炼这样子，这一段的印象我是有啦。
杀杀杀。OK， 打到就很普通。好了。扎克呗，马布罗利现在打起来就已经简单很多了。这边会有多看问，不过等一下，我们不管这样多钱，我们先把这个弄上来。OK， 这边的话啦，71万的防御力啦，还行还行。力战已经没有掉了，没有力战了。那就算了，原本还想说他们连接可以好一点。这边的话都看问，我想要让我们的这个悟空来开啦。77%减伤加40%绝对是安全的啦，没有开招无所谓。那么就会不会有可以会不会有 KO 画面，好像没有对不对，没有什么特别的 KO 画面，在传说降临来说全部都用在我们的 Dokkan Fest 的两张双大奖了，GT 爽人跟 Z 爽人的 KO 画面多到炸。Z 爽人 四个 KO 画面， GT 爽人三个 KO 画面，超爽的。835万，少掉一个，235万，差不多。不过这边连接也没有到很优秀的情况，两条罢了。太帅了 ！Yes， OK， 就是这个样子啦。结果超三还是没有机会出手。骂你！那老实说，这一张悟空在扛伤力度来说，绝对是会非常非常的优秀啦。然后小悟饭方面的话，我个人觉得他的火力方面倒还蛮不错的，只不过小悟饭在组队难度上啦会比悟空来的难一些些啦，没那么灵活的来使用吧，比起悟空来说。不过就两张都算是相当优秀啦，然后悟空在防御力的提升上也是很快。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对比起我们的 Dokkan Fest 双大奖来说的话啦，其实就比较逊色了一些些，因为像 Dokkan Fest 的双大奖，他们叠的话不管是叠拱也好还是叠防也好，一回合最大4次，而他们就一回合1次，这一点算是比较遗憾的点啦。不过因为他们官方给到他们的基础数值够高的关系啦，所以就 OK， 可是用到未来讲，用长远来用的话，我觉得小悟饭可能会更耐用，因为毕竟超必杀开到敌人身上，还有 extra 的30%减伤，再配上高防御，或许会比悟空更好啦。可是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来检视。不过就以目前的情况来讲啦，各有各的强处啦。悟空至少在防御力的提升速度会更快一些些。OK， 那么这一次就是这么个样子啦，悟空。改悟空的使用体感非常非常的棒啦，就很轻松很自在，慢慢打就打过去了。当然一派也是因为队员真的是全部都是强者。好啦，那么这一次的影片也就到此结束啦，谢谢各位的收看，呀马塔尼，拜拜。